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9月18日，时间是17:16。我现在的位置在新蒲崗的景福街，这边就是渔港湾的 Mikiki。咁我想今日同大家行下越秀廣場啊！嗱，依度就係越秀廣場啦。咁我哋行下越秀廣場嘅商場啊！到嚟有一間時裝店啦，呢度有一間內衣店。呢度有啲臨時攤檔啊。薄殼合桃啊，一磅30元，100元就4磅。明目魚啊，30元一兩。呢度有間鞋店啊。呢度有一間文具店，叫做珍珍。呢度有一間啟盛物業代理。呢度有一間時裝店啦，都係。呢度有一間專業沖印啊！呢度有一間珠寶行，啊！呢度有一間雙心酸辣麵。呢度有一間眼鏡店，啊！呢度有一間李氏茗茶，係賣茶葉嘅。呢度有一間水晶店。我哋上一層睇下。
見到一間大快活啦。上到嚟見到一間眼鏡店啦。物業代理、室內設計公司、KFC、美容院。補習社，取精店，美容院都是再上埋二樓睇下，補習社。琴行，呢度有間中醫啊。有間畫室，呢一層咧多數係補習社啊、興趣班啊嗰啲嘅。有一間鋪頭係賣帽嘅，咁呢度有一間 salon 啦，上埋三樓睇下先。哦，好。咁入邊係桌球室咁嗰啲嚟嘅。咁桌球室我就唔入去啦。啊！呢度有啲姐姐喺度等放學啊！呢度有間順豐。咁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
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